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嘉义市卫生局在26号特别邀请到如果儿童剧团在文化局音乐厅的演出，活动是采取到现场排队，完全是免费入场。5月31日就是世界无烟日，今年无烟日，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特别邀请由水果阿嬷赵自强所创立的如果儿童剧团来教演出，演出内容以故事大多系列结合，烟品危害概念所改编而成的烟的诱惑，是全国首次演出。嘉义市卫生局表示，这次演出除了让小朋友了解到烟害会带予个人健康危害的概念以外，也要让小朋友的防烟概念为细汉开始做起。5/31世界无烟日，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在5月26号邀请，赵自强水果奶奶所创团的水果如果儿童剧团到嘉义市来演出。今年演出的题目叫做《故事大道烟的诱惑》，那这一场是在全国嘉义市首次演出，欢迎我们的小朋友在5月26号下午7点开始排队入场，完全免费，7点半开始开演，欢迎。小朋友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卫生局表示，儿童剧团在嘉义市首次演出《故事大道烟的诱惑》，唯一缺憾的是，因为赵自强因为工作面顶伤无闲，无度抽身前来参加演出。但以身为团长的身份，将指派上坚强的阵容来嘉义市演出内容同款精彩。卫生局也欢迎爸爸妈妈在26号暗时7点，会使带着小朋友作为来到嘉义市文化局一同欣赏精彩。儿童剧团，新闻电话屏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